今日は2018年4月6日金曜日です。天気がとてもいいです。今日実はですね、台中に来ていまして、というのも最近ちょっと目が痛いということで、台中とても有名な、眼科があるという話を聞きましてですね、今日はわざわざ台中まで来たわけです。そちらの眼科というのが宮原眼科です。日本統治時代の建築、雰囲気のある赤レンガの建築が特徴です。とても有名な眼科だけあって多くの人が並んでいます。好可怕的对哦。めっちゃ混んでます。めっちゃ人気の眼科です。その人気の秘密はなんとですね、眼科じゃねえ。ここにありました。真的，东西也应该很好吃。对，那我从你以前啊，介绍一下好了。我从你以前吃起司蛋糕，他从以前的一家店只有卖起司蛋糕，现在有这么多，大概我觉得这家店不知道几百样产品了，很厉害哦。对，后来发展很多的。还 OK 吧？要不要把你？帮我扣子掉了一颗。嗯，マジで？鼻のでしょ？これしょ？あるよ、ほら。花的有是不是？あるよ。哎呦。あるよ。真的是浓厚的甜味道，但不是太腻的感觉，是比较那个入人的话可以形容优雅的甜味。優しい味。对，所以不是在舌头上的很甜的，不是像这样子的感觉，就是很温柔的甜味。哎，我觉得你好会形容哦，超好吃。
这里的菜单连我都要看很久。你看一下这个，你看它这里，法夫纳朱古力，然后它的名字有一个叫大约在冬季，你还要看一下它里面叫什么东，里面是什么东西。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公园茶，有叫闪亮的日子、光阴的故事、月朦胧、鸟朦，月朦胧、鸟朦胧，跟往事干杯，半梦半醒之间。你看这点餐要多困难，要看很久呢。选一个这个好不好？它叫做醉月圣代，然后可以从下面这一块选四个冰淇淋。哦，对对，我们可以一起吃这个。嗨，因为这样的话自己小会有货了吗？没有，还不到，还不到，再点个一些小东西，还可以再点个小东西吃。好的好的，我很认真的。が来ました。どう？牛蒡很香哎，而且我一直以为它是细细的，就是一丝一丝的，可是它是一根一根的，你可以吃得到牛蒡的味道呢。这里有四种酱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すごいこれ、あのね。看的瞬間那撩起來的時候馬上嘴巴裡面有充滿了牛蒡的香味，口感也不錯，不錯。然後就算是炸的，但是沒有讓我感覺很油膩的樣子，這個是素食搭配醬的時候也是都沒有搶到牛蒡蒡鮮的味道，蠻不錯。高粱酒的味道好香哦。これね、这个香肠不是在外面买到的一般的香肠，这个是高粱酒香肠。其实闻起来是没有那么重的酒味道，但吃起来的话怎么样？先吃一下。先。嘴巴里面充满的是肉的味道，就是香肠的味道，但吃了一下，从鼻子的里面闻的就来这个高粱酒的好香味，搭配萝卜，嘴巴里面也是蛮清爽，这样子的话吃多少也是不会腻。再搭配蒜头片，三个一起吃。在嘴巴里面很舒服哎，三种食物的香气在嘴巴里面很搭配。萝卜糕，萝卜糕，萝卜糕。很好吃哎，很好。又很好吃。泰国的馍，那个因为太好吃了，所以我的眼睛视力复活了。我吓到，很多东西是咬起来之后嘴巴里面有充满的香味哦。这个时候已经嘴巴里面有味道，超香的，而且口感也是蛮软软绵绵的，超级绵绵。这家店我推荐给日本的朋友，一点都不心虚，超自信的，有点超自信。我这个一定要啦，蝴蝶酥，对对对，这个一定要啦。还有什么口味呢？蜂蜜烤饼，蜂蜜烤饼要，我想要，要我要。这个呢？白巧克力雪球。啊，这个要，这个要，好，已经三个了。这是什么？红豆酥。啊，红豆酥也不错呢。我要试试看哦，一二三四，再一个，就这个好了。凤梨酥吗？凤梨酥。好好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凤梨酥。
店就在纪念商店。谢谢。先吃一点味道。懂。这个是荔枝的，黑夜荔枝的，好吃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那我给你吃一口好了。一点点就好了。好。浓厚，浓厚，但是又清爽。很新鲜的感觉。我帮你扶着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妈，本当你没有太假装的甜，不是甜的感觉，蛮香，温柔。温柔的甜味，我来吃。这个是红茶，这是红茶。红茶刚刚好的甜，然后搭配这个是蜂蜜蛋糕烤出来的脆脆的饼干，很搭配呢。很搭配哦。不过呢，那我看到这里的甜点和蛋糕，然后饼干，然后冰淇淋都是一样，就是一样的好，就是都是很自然的甜味，所以放在嘴巴里面的时候都没有太腻的样子，不是一次太多的甜味的感觉，比较久的时间嘴巴里面可以享受，可以品尝自然的甜味。就是他们的甜点的厉害的地方。没错，这个我们之前对之前买来送别人，自己没有吃过，来吃吃看。那一半给你吃。要。我没吃过了。好吃哦。这个是不仅吃起来好吃，看起来也漂亮。喜欢那个的蝴蝶本来就是这么好吃的哦。那我们就要认真吃。我不要肉哦，因为我们要马上吃掉。快吃这些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忙，没办法的。刚刚我们手一直停不下来。はい、そして、下にウガンダチョコレート。ウガンダチョコレート怎么样？どう？其实我刚刚吃的超好吃的。我好想跟他们老板敬礼哦。マジで？觉得老板好厉害哦。マジで？怎么都会想出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对。每一样东西都好吃，老板谢谢你。好吃哦。ウガンダチョコレートアイス。うまいこれ、あれ真的是很浓厚的香味。これはねすごい真的是那个就是巧克力的感觉，巧克力版现在有点酷的味道也有，但没有太酷，没有太甜。好吃。超赞的，好享受，好享受。我进来之前的眼线是这样子，然后我那个吃那个甜点之后的，我的眼线是。Because I'm happy, clap along. If you feel like that's what you want, that's what you want, that's what you wanna do.